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灵众游戏。这是一期泰拉瑞亚大师模式的法师生存。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生存吧。俗话说得好，要致富先撸树，我们先来砍点树吧。这些应该差不多了吧，先去出生点两边看看。右边是沙漠，左边也是沙漠，就不深入探索了，先去做个基地吧。先把场地给它清理干净。完美的房子。探索的时候在旁边都没有看到什么洞穴，还是自己挖一条好了。来找小水母单挑，你过来啊，你过来啊。哦靠，这伤害吓人啊。但是我是个大善人，我不记仇，我要让这个小水母回归自由。看来我的行为成功感化了他。阴险的软体生物居然还敢偷袭我。我丢，刚刚什么东西打了我一下。可恶的软体生物居然还叫了帮手，这血量很危险啊。我真的服了啊，可恶，我要回去把我的钱捡回来。我他妈来了。你怎么可以、可恶，不下去就不下去，我再弄一个房子。先铺个小墙壁。再插两个火把，再弄张小桌子，再弄把小椅子，完美，连系统都说这个房子完美。哦，想到一个好玩的，先放几个平台，再用锤子敲下最下面那个，再拿出我的小弓箭，我的箭过得去，但他们却过不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我吸入。哦，发现一条铁轨。去看看铁轨的两端都是什么地方吧。右边是雪原，差点错过好东西。
这里还有一点不能浪费啊。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的装备竟凉了起来，并且我还在我的墓碑旁边发现了一个召唤物，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个阿比盖尔的花。嗯，阿比盖尔真漂亮。接下来就继续我们的洞穴探索吧。哇哇哇，又是一条铁路，去右边看一下。哇，是蘑菇层，这里可是好地方。我靠，阴险的带壳生物居然敢来偷袭我，看我不把你挠死。终于到了愉快的开箱环节，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是仙灵。我记得好像仙灵是可以带你找到最近的一处宝藏或者生命水晶什么的。哇，生命水晶，我终于找到你了。哇，这里也有一颗生命水晶，赶紧打包带走。哇，天然的魔矿可以挖一点带走。要溺水了，赶紧找个地方吸口气。天哪，在哪里？为什么上不去？哦，别！这里还有一点不能错过了，这里的也不能错过了。来做一把翡翠法杖吧，记得好像是用15个翡翠，还有多少个屋顶来着。哇，一做出来就是高端。继续去挖矿吧。云朵瓶可以增加机动性，蛮不错的。
哇，差点被这个巨石给偷袭了。好耶，又是一颗生命水晶。天哪，快死了！不不不，大哥，给个机会啊！可恶，我要让你们这些阴险的生物付出代价。等等，这个音乐是哇，我找到了提炼机，这样子我就有办法做出这个世界没有的铂金矿，用来做钻石法杖了。这样子克苏鲁之眼还不是有手就行。所以我为什么还要再往火坑那边跳啊？